我是赵龙杰，无可救药的老者，闭死！每天被整，被无视，什么都做不好。这十几年的人生就像现在这样不断下沉。大海，如果你要给我奇迹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个36D 的大奶人鱼来救我。大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那个家伙不是人，是他是一条人鱼。不是梦，是真的。请你吃，都给你吃。那你下面给我吃，我要吃早餐。李仁宇干嘛？让你快乐。周碧玉，你要不要跟龙杰交配？这个不可能说出来，我也是白痴啊！你们人类也太奇怪了吧？难怪你永远不会快乐。好啊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我有快乐吗？放心，你的快乐我来处理。我们人鱼界有一个传说，如果49天之内没有达成人类的愿望，那我们就会变成一滩泡沫。你会一直陪我到最后吧？干嘛？你有地方肿起来了。啊，变态，